但今天1976其实有很贴心的准备了3张的这个单曲的 CD 呢，要送给现场的朋友。那我们想要请现场的朋友呢，然后一起来跟他们做一个互动。有没有人想要问他们一些问题？只要提问的人呢，让他们觉得说这个问题，哎呦不错，那这个单曲的 CD 呢就可以送给你。有没有人想要问他们一些问题的？哎呦，想要问什么？为什么可以坚持13年，对不对？一直走下去。来，让我们主唱来回答好了。其实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有两个点想要放弃玩团这件事。哎呦，第一个点是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大马跟那个阿奇要当兵，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因为我们应该是玩，那个时候玩了一阵子，是，然后发了3张唱片，我们是很认真在做这件事，可是大家不确定彼此，我们彼此是不讨论的，就我们不确定我们会走下去，反正就去当兵喽，加油这样。那时候有去送对方吗？就是送我等他们去当兵的时候，到车站去那种18箱送，有没有？拜拜这样。没，完全没有。也没有。完全没有。可是放假回来会联络，然后我有朋友说要去军乐队出差做事情的时候，那你去看一下阿奇跟大马，那也是玩团的董事长，就过去跑去军乐队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想，如果没有继续玩音乐的话，也还不错。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大学毕业，然后有几张唱片，也留下了一点点名字，大概一点点就到我了，可是就觉得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第二个想要放弃的点是，那个时候的贝斯手阿赤当完兵之后就决定离团，是，然后是大马，那个时候也在进行一些面试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就让大马。那我想问一下，中断一下，面试什么工作？我是被面试，不是我面试。那时候面试什么工？反正不是弹吉他，大部分就是一些 sales 啊，一般大学生毕业可以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那些工作面试的内容好像台北不差我一个 sales。挺酷的，挺酷的，掌声鼓励一下。其实你应该是有差大马的吉他手，是。然后对，我也觉得。然后后来2006年的时候，04年的时候子乔加入我们，开始在玩团。那个时候彼此都还不是很确定要不要这样走。后来2006年跑去很远的地方，吃苦耐劳录了一张专辑叫《耳机里的新浪潮》。是。现在各大唱片行应该都买。还是买得到哦。都买不到。对，都买不到。都买不到，应该不确定会不会再生产发行。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只有做了第一批，就没有再。对，那个时候才觉得哇，过去很不容易，其实也是4年前而已。所以谢谢你的问题。后来那个时候才觉得啊，原来是真的喜欢的。其实开始只是想吸引女生注意而已，就我觉得我们都一样。但我觉得蛮难得的，因为好险你们坚持了下来，因为坚持了13年，然后得到这个金曲奖的肯定。对于像星汉自己以前也玩团嘛，然后真的有人去当兵了之后就解散了，然后那种解散的心情，有时候好像会在心里会留下一个遗憾。那我觉得蛮难得的是，大家还是继续的坚持，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也就是为了自己真的是很喜欢音乐的这件事情。那这样这个单曲CD，那麻烦你来送给这位先生好了。好，恭喜你获得我们第一张单曲。哇，我想这个问题问得很深耶，而且让这个阿凯其实倪妮到来这个1976，其实一些也许是创团的一些经过，然后或者是中间遇到一些困难。还有人想要问什么问题，然后可以获得我们1976的这个单曲CD 来。请问你们白天都在做什么？请问你们白天，你想很久了哈，感觉你很紧张哦。其实你是很好奇的，做音乐啊，是这样，应该是吧？我也不知道，那我来问一下啊，那你们平常白天呢都在做什么？晚上也顺便讲一下。好，通常都在表演。我们礼拜二跟礼拜五练团。哎呦，但是我们是下午4点半集合，睡起来一些，然后刚练完的时候可能已经很晚，就吃晚饭。哎，其实也不会很晚，就差不多练到吃晚饭就行。可是会先聊天聊1-2个小时。平常我有做蛮多工作的，就是做一些策展啊，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专栏，像《Pula》就是做策展，然后大马有教学，其他的教学，对，大师兄有在看球，足球是不是？棒球，
猜错，当时他们有交一天，所以其实他一个礼拜一对其实有参加工作，其实也 OK 了啦。然后子乔在玩线上游戏，有点被吐槽的感觉。子乔线上游戏都在玩什么？都在玩什么？赶快跟大家讲，搞不好有人在玩啊！线上可以那个搜寻一下，益智类，益智类，不敢讲那种什么魔兽类的，是不是？好了，我觉得蛮有趣的，私生活是这样。哎、欸，那我也蛮感兴趣的说，那你们自己私底下会出去玩吗？相约啊，然后聊聊天啊，喝喝茶啊。因为听起来好像大家时间都不一样，会，但是我都没有被约啊，大部分都没有被约。为什么？因为你都会拒绝，对不对？不是，因为我就是没有接到电话。嗯、啊，为什么？这要问大师兄了，因为大师兄刚刚笑得很暧昧，对不对？我常常去吃东西要叫大佬，我都没有约，就遇到了。那所以这个罪魁祸首是大佬，怎么没有约大家？其实我们都有一些默契，我们都喜欢一样的音乐、一样的餐厅、一样吃的菜，所以好像约这个动作太多余。很简单明了。好，希望这个答案大家会喜欢。那我们邀请一样是阿凯还是说子乔都可以。啊，玩线上游戏的子乔好了，没关系，直接拿给他。好，恭喜你获得单曲的 CD。好，接下来再邀请最后一位朋友，也一样的可以获得我们1976的这个单曲。要更劲爆哦！好，就换这个女生好了，好不好？连续两位男生，让给这位女生好了。这次你们和 TZ 被和苏打绿一起入围啊，你们有什么胜券？哎呦，有呛虾的意味哦。没有啦，应该想说分析一下，因为其实这次入围的都是一些友好团嘛。那你觉得说自己如果真的拿到这个奖的话，为什么？凭什么？对不对？不用评什么了，还是说请他们稍微客观的角度稍微讲一下，说觉得别团的音乐啊，跟自己的音乐有什么不同？第一次被没有入围。对啊，我刚刚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应该讲说，其实跟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团来讲的话，你们觉得其实跟别人不同的地方，或者说你们自己表演的地方，希望带给别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比较熟的团都没有入围，所以没关系。你们好老实哦。对，所以应该也不会拍谁啊。好、哦，那如果今天真的都是熟的团，举例，要不然你举几个真的熟的，大家一起入围的时候，那怎么办？熟的团就他们也很高兴啊，对。那所以不熟的就不高兴就对了啦。还说帮我。好了，我希望这个答案你可以满意。我觉得他们是很认真在做音乐，不管是从刚刚第一个问题是三年为什么他们能够呢经历两次呢想要拆团，但是最后还是坚持下去。你看平时的工作，玩线上游戏的，对不对？教学的，然后怎么样的，但他们还是一样在努力的做音乐。那希望呢他们的表演呢能够带给大家就是很不一样的感受，也许不停的在进步，也许13年朝下一个13年、26年一直迈进，这样可以吗？26年。哎、欸，真的可以哦！朝下一个13年迈进。好，来麻烦这个阿凯来送出这个单曲的 CD。那我想他们今天真的准备了很多的好歌呢，要在现场呢跟朋友。